morning. May I, may I use special greet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Oh, Andre. Oh, yes. Good morning. Thank you.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早安。On behalf of all our delegates, 各位先生女士。We would like to thank your holiness for giving us this opportunity. 我代表各位。This is the second dialogue that has been 来去感恩尊者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去进行第二次的与科学俄罗斯的科学家进行第二次的会议。会议举办处是在达隆萨拉。所以我想要在此问候在此的贵宾各位俄罗斯的科学家们，还有在网络上现在听闻的这些听众观众们，我们在此有准备英文、中文以及藏文的翻译。所以这一次的筹办单位是莫斯科西藏文化信息中心、莫斯科西藏基金会、达赖喇嘛信托基金会、摩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以及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历史研究中心。我们想要感谢 Nikolsky， 我们想要感谢Vladislav Svidlov, Vladimir Singlev, Dmitry Volkov, 以及感谢你们其他人的赞助，不止对第一次的会议的赞助和第二，以及对第二次会议的赞助。所以我首先想要请 Professor Nokin 来去发言。在此发言的教授呢，称为叫做康斯坦丁 Nokin， Constantine Nokin 教授。尊者达赖喇嘛，非常感谢您邀请我参与这第二次的会议，让我们可以去表达我们的想法。This is part of your definition of science from your book, The Universe. 在你的单一原子中的宇宙的这本书里面，我的确对这本书的内容感到非常的震惊，而且里面提出了许多的问题，确实是非常的有用，不只是对西方科学的进展有帮助以外，让我们对认知佛学的哲理也很有帮助。我们是想要透过这样一个会议，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俄罗斯的参与者能够知道这方面的讯息，而且您在你的著作里面也提出了许多不同的问题。昨天我们跟一些佛法的学者们针对您的书进行了交流，交换的意见，进行了整合，作为接下来这两天的前行准备。您可以看到在此有许多的科学家们是第一次会已经来过的，那在您的前面是第一次参与这一类的会议的科学家。我们会让每一个人发表20到25分钟的想法，那之后我们会针对您的著作进行交流。那第一次参与这类会议的科学家
会跟您进行交流。您对这些的科学家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在我们开始进行之前。有藏人吗？有藏人参与吗？有藏人吗？吼，在下面。我们的翻译者也在这里。小宝的。兄弟姐妹们，我相信七十亿人口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坚持这个原则，坚持这个理念，因为许多的问题，也就是今天我们遭遇的诸多人为因素所产生的灾难，这是由我们人类所创造出来的问题。有一些科学家们说，人类的天性，人类的本性是更为善良的，更具慈悲的。可是我们却有诸多的问题是我们人类制造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情绪，是建立在我们和他们的鸿沟之上，在这样一个隔阂之上，而产生了诸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一个短视的基础之上，我们忘记了我们其实是人类的一部分，我们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但却执着我们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为了能够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为了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有时候去排斥他人，伤害他人。其实伤害您的仇敌，您觉得您已经获得了胜利了。过去可能是如此，因为那时候的社区之间没有关联，所以透过了打败他人可以获得自己的胜利。但是今天的世界，无论是东边、南边、西边、北边，都是互相关联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像是环境的问题，还有经济的问题，就以这些的层面来讲的话，确实没有所谓国界的问题。而且宗教信仰而言，我们却由宗教信仰的借口而制造出诸多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所居住的地方非常的舒适，可是正在同时，此时此刻，在这一个地球当中，同样的人类，像是也门、叙利亚，还有非洲等地，却互相的杀害，而且那些无辜的平民百姓，尤其是小孩童们，因为饥饿的缘故而死亡，因为缺乏医疗条件的缘故而死去。更糟糕的是，以不同宗教名义为借口而互相的杀害，这是更糟糕的，这是完全矛盾的。因为我们人类的天性既是善良的话，诸多的问题，包括了杀戮的问题，却是我们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灾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受着负面情绪的控制，造成了短视。因为缺乏了人类
栖息于人类一体性的概念。我们是群居性动物，社会性动物，所以我们的生存其实是完完全全依赖着这一个社区而有的。所以我们的生存是要完完全全依赖着其他的人、周遭的社区环境而有。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教育更多的人人类一体性概念的价值，而且要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的利益其实完完全全依赖着他者，依赖着这世界、这地球才有办法承办的。所以以短视只想自己的想法是不务实的，因为每一个事物都是互相依赖、互相关待而有的，可是你自己却会觉得我不在乎他人，我只在乎自己。你觉得这样的话对自己是最好的，那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短浅的一种思维，这是不受教育的一种现象。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刻，而且是必须要去做的，那就是去教育人类们，无论是东边、南边、西边、北边，都是互相依赖。在过去千年间，有不同的宗教信仰都一直在讲慈悲的价值。像是基督教而言，就说到了、上帝创造了这一切，我们一切的造作者都是上帝，所以引导我们兄弟姐妹都是来自一个上帝所创造出来的，都是同一个父亲的子女。我们佛教徒会讲到一切有情众生为利一切有情，但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却会区分我们和你们。因此即便有不同的宗教都同样的宣传了慈爱的价值，但是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初衷，那就是人类一体性的价值。在过去千年间，这一些的宗教的教义确实存在的。如果这些的教义真的有帮助的话，那今天不应该会有诸多的问题。所以这些的教育的引导是受限制的，所以我们需要透过教育的途径来去解决这些的问题。因为现有的教育体制是以物质发展为主所建立的教育体制，如同我之前所说的，幼童们他们的思维或者是他们那种真诚的精神的确是存在的。因为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我们是群居性动物，所以我们的生存是来自于他人的关照下才有办法承办的。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母亲双手的照顾我们，如果没有这么慈爱关照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母亲为我们母奶，这个就是人类的天性啊。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科学家们说，持续的生气、持续的畏惧，其实会吞噬我们的免疫系统。更多的慈爱，对身体的健康的持续会很有帮助，尤其对提升免疫系统会有帮助。所以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灵要相互的结合。所以这几天我在说健康的身体，在我们甚至现在教育体制里面虽有强调健康的身体，但是现在是时候，也就是教育体制里面必须要教导我们
如何培养健康的心灵。宗教的信仰的引导是不足够的，所以我们需要有科学的佐证的基础之上，而来去跟人们讲，人们能够更容易的接受，因为更容易的接受慈爱的价值，因为这个慈爱的价值是由科学的佐证所宣导的。所以在过去30年间，我跟科学家进行了很严肃的交流。主要是根据四个问题：第一个宇宙学，第二个神经学，第三个物理，物理里面的包括量子物理以及心理学。这四者呢，是属于我们共同的议题。佛教徒也是如此。我们在佛教的教义里面，对于宇宙的这个解释并非如此的广泛。后来透过了演化，也就是所谓的成住坏灭，有说到这四节，所以一切都是来自空，最终也是灭幻，幻灭于空当中。所以你们也可以就此来讨论有关大爆炸的这个理论。我们相信不只是一次大爆炸，要好多次大爆炸才行。还有生物学，我问了一些西藏的医生们，他们对身体的元素会更有认知吗？所以我问了这些西藏的医生们，还有物理，尤其是量子物理。一位印度的，核武的物理专家，他已经不在了。那他的名字叫 Raja Ramana。他有一次跟我说，量子物理在西方来讲这是新的知识，但是在这个国家2000年前就已经有了量子物理的概念。的确是如此，尤其是纳兰陀寺的大师龙树菩萨说到了一模一样的量子物理的核心精神，而且佛陀在般若经里面也很清楚的明确的说到了量子物理的核心观念。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佛教科学跟现代科学共同的一个议题，还有我们会去讨论心理学，如同我刚刚所说的，我们针对心理如何提升这方面需要去学习。当我们遇到了问题的时候，要如何去解决心中的烦恼，问题都是来自于我们错误的想法以及缺乏体谅他人的慈爱，所以才要去伤害他人，才去制造这些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我们认为这些的武器的制造可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那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因为一旦你伤害他人的话，他人会想要伤害你，会想要报仇，所以这样的话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应该让这个世纪成为对谈的世纪。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马上的以过时的想法以暴力来去解决，应该是透过对话的途径来去解决。而且心灵的宁静对我们内心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我前几天遇到学生，我问他们说，你们想要微笑呢，还是你们想要生气的表情？那他们大家都想要人家以
微笑的表情迎待他们。不只是人类，其实连动物都是如此，狗、猫、鸟都是一样的。当我们友善地对待他人的时候，那他们的反应呢，会更加的接近我们，更加的喜欢我们。以狗来讲的话也是如此啊，狗其实有办法去区别，当我们对狗生气的时候，狗会想要离开我们，可是当我们对狗好的时候，狗想要接近我们，不是吗？所以当你就是对狗好，你去抚摸它的时候，它的尾巴会摇动，但是如果你对它生气的时候，那它会生气，它会想要咬你，不是吗？所以透过了教育，并非是佛陀这么说，耶稣基督这么说。今天的人类大约有70亿人口，有10亿人口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讲，宗教的教义是不会产生影响的。科学家们根据科学的佐证，我们能够去跟世人们讲解慈爱的价值，而且这一种的引导方式应该是以世俗伦理的方式。所以在此的 secular 世俗的意思呢，是尊重所有的宗教信仰的同时，并非以某宗教的教义为主要的基准所传播的道德观念，这个叫世俗伦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这边跟你们会面的理由，因为根据科学的佐证，我们可以让世人们知道慈爱内心的这一颗温暖的善心要如何提升，而建立这样一个体制，教育的体制。俄罗斯就以国家的地基而言，就以区域的角度而言，基本上我遇到的科学家最主要是来自于美国、欧洲还有日本。在过去跟科学家跟俄罗斯的科学家会面的机会比较少，那俄罗斯就以国家的地理位置而言，它是连接到亚洲还有西方的一个桥梁。就以西藏人的角度而言，当我在年轻的时候，幼小的时候，有一些大寺院，有俄罗斯的学徒，像来自布利亚，还有来自蒙古，还有卡尔米克，还有来自图瓦等的这些学徒学生们，而且他们学得非常好，成为了顶尖的学者。所以在传统上，就以某种传统意义上，我们是有关联的。以政治的角度而言，在第四三世达赖喇嘛的时候，也跟 Tsar 有关联，而且在列宁的时候，也就是革命之后，他们有来到了哈萨。那于是西藏人觉得说这是共产党员，于是保持了疑惑的态度、怀疑的态度。所以就以历史的角度而言，我们是有关联的。我非常的高兴今天在此有第二次的机会能够跟你们俄罗斯的科学家们见面。谢谢，欢迎你们。昨天的天气不好，但是今天天气也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来欢迎你们。我们有几次的我们看到有几本的印刷品，即便是老鼠它也能够微笑，它也有能够具足社会交际的能力。我们第一位
参与者想要跟您讨论的是，也是根据您的著作，我来去讨论的。这一位的教授叫做巴拉班，那他是高等神经活动和神经生理学研究所的主任。他有写到有关一些著作是跟心事和人脑有关的内容。尊者，我学习神经学有多年的经验，所以神经的机制跟情绪像慈悲是有关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的高兴欢喜能够来到这边，能够看到您的著作。像是昆虫也是有情绪的，因为我的实验都是跟像蜗牛等的这些昆虫有关的，而且蜗牛也是能够跟我们有交流的。我们如何去观察这些昆虫有情绪的呢？因为他们有喜悦的地点在他们的脑里面，我们透过了电波能够去知道，他们只能够去接受喜悦，但除此外他们没有办法去多做其余的东西。因为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反复的去刺激他的这个喜悦的脑的区域，我们可以看到脑的区域的这种活跃性。所以他们会去具有这一种接受喜悦的能力，这是很明确的。而且在他们的脑部里面的确是有喜悦的区域，他们可以去选择我喜欢或不喜欢。所以从这个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微小的昆虫他们也是有情绪，可是他们情绪的程度不像人类一样这么强烈，即便是身体微小的昆虫也是有的。这是我想要跟您讲的。有关慈悲来讲的话，这是更为复杂的。我一直有个问题，蚊子，蚊子的确也是有他自己的脑，有时候我会给予我的血给蚊子，不是我的血给蚊子，只要没有这些登革热的问题，我就会给我的血来去喂蚊子。有时候蚊子呢来去吸我的血之后，它会非常的高兴，于是它身体会膨胀变红色的，于是会有一些气泡。你就吸完血之后，于是他就离开了。他并不会感激我哎。Yes, yes, you're right. So birds. 但是鸟、狗，如果你时常喂它们的话，你如果对它们友善的话，它们会有相同的感激的一种回应。所以我一直在疑惑着，而且我也公开的场合几次的说到，在脑的哪一部分具有感恩感激的作用呢？你知道吗？我没有哎。今天我这里是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回复。感恩之心是可以被衡量的。我们反复的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做，但是蚊子的话，它的寿命非常短。但是蜗牛，你反复的对它好的话，它会反复的会去接近你，这是可以透过多年的研究来去做的。
I think roughly though, I think, I don't know. I said, how many years? I think at least 1 year. One year, huh? Yes. Few months. Anyway, they also, you see, 的生命可以持续几个月吧？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是吸血的最好的时段。当天色暗的时候，当我们要睡觉的时候，他们知道了现在是要吸血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会反复的去做同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有记忆的，他们有判断的能力。像鸟啊等的动物们，他们的脑也是比较大的。但是你讲到蜗牛的话，我不敢确定呢。蜗牛也是有脑的吗？是的，而且非常杰出的脑。I want to tell about how we can measure compassion. 我们想要跟你们，我想要跟您分享，我们如何去衡量慈悲的，是根据老鼠做实验的。我们让老鼠在不同的区域，但是他们可以互相看到。那另一边的老鼠被电击了，但是另一边的却没有，但是他们可以看到。所以有两个选择，你要躲起来，在你的这个老鼠的小区躲起来。当有灯光的时候，他们愿意躲起来。但是，如果他们离开的话，他们就不会被电击，他就可以去救护其他的这个正在受电击灾难的老鼠们。如果有灯光的话是没有电击的，所以我们用100只老鼠来做实验，他们会怎么做？大约有35%的几率是他们看到了灯光，他们会觉得很畏惧，可是他愿意去帮助其他的老鼠。但是有50%的老鼠他是不在乎其他的老鼠的，大约有20%是两边都会有倾向的作用。这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就是50%和35%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根据他们年龄的不同还是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就像每一个社区，不只是动物或者是人类，都是有30%到40%的人类会更友善、更具慈悲，但是有一些并不具足。我觉得动物之间也有区别，有一些是社会性动物，透过母亲，就是卵生和胎生的不同。胎生的话会更具慈悲，但是卵生的话就不一定了。在几年前有一次机会，我们谈到了，像是乌龟是来自于蛋嘛，是卵生的，所以母亲下了蛋之后就离开了，所以他们母龟和他的孩子是从来没有相遇过的。当蛋破掉了，孵出了小龟之后，这个幼龟是否会认出他的母亲？我不觉得他会认得母亲，因为他们的本性就是这样了。母亲下了卵之后，他就离开了，因为母亲不需要去照顾这个子龟的，所以子龟的生存不需要依赖着母龟啊。所以母子之间就不会有关联了。但是
狗猫还有鸟等这些幼小的狗猫鸟，它们在生存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母亲的照顾的，所以自然而然母子之间就会有关联，即便是为了它的生存，因为这种的生理的所需，所以会形成了母子间的关联，像是鸟也是如此。这个幼鸟它的生存是依赖着母亲的照顾下才有办法，最终才能够自己的飞翔，独自的飞翔嘛。但是在幼小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需要母亲的关照，所以母子之间的关联就会存在。所以动物有分两类哦，一种是社会性动物，它是群居性动物的。所以这一类的群居性动物呢的这一种慈爱的情绪会更为强烈，但是另一类的软生的动物呢，因为它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需要受到别人关照的，但是我们人类是属于群居动物，我们都是由母亲的胎体所生的，是属于胎生的动物，胎生的物种，如果没有人照顾我们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天性本身就是如此。 we will try in future to investigate。 我觉得我们在将来我们会去做你如您所说的这方面的一个衡量。我不觉得可以透过药物来去提升我们的慈悲，慈悲是要透过训练来去提升的。透过药物，我不觉得可以提升慈悲。说不定你很生气的话，你可以透过药物来去缓解你的情绪，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于外在的这个事物，我不觉得你没有办法，外在的事物是没有办法增长慈悲的。只有透过具有智慧的人，透过智慧来去了解真相，也就是生气的坏处是什么。因为生气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它只会破坏我们内心的宁静而已，最终如同我刚刚所说的，也会伤害你的健康。但是慈悲会带来内心的力量还有决心，慈悲会让我们更客观，会让我们更开朗，但是嗔心会让我们带来负面的情绪，我们要保持客观的态度，这是很重要。有时候我觉得一些宗教的传统，包括了佛教的传统，会以恐吓的方式而来去培养这些信徒们的信仰，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因为恐吓会带来畏惧，畏惧呢会让我们形成无法鼓励，无法进行自我的鼓励，而且会产生许多负面的想法。但是你有一个理想，而且非常客观的以喜悦的这种心态来去追求自己的理想的话，这不是更好吗？你不这么认为吗？我也认为您所说的是对的，那非常好，那至少我得到了一位俄罗斯科学家的同意了，我得到一票。这个问题是科学家无法回答的，也就是这个问题是在您的书里面有提到了。如果您将脑的某一部分拿掉，那这个脑的区域要多小或多大才没有办法把它定义为是有情呢？
我们可以针对某个脑的部分和区域将它进行维护，几个月或几年的维护。It's like nervous system, but it's not nervous system. And the problem for science is to understand. 对科学家来讲的话， well, I don't speak about consciousness. 我不讲心识 consciousness. Like it has some sentience or not? 但是它是否具有意识形态呢？这个是问题，就是脑本身是否能够代表意识的一种形态，这是科学家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有位科学家说，两大元素如果分开的话，他们是没有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的，只有这两大元素结合的时候产生其目标。我刚刚那两大元素没有听得很清楚，对不起，我没有听到。 Now, some occasion, I ask, 有时候我会问一些科学家们，在母亲胎里面的这种状态是非常健康，而且没有任何的缺陷，就是父精母血也是非常的健康，没有任何缺陷的状态。而且母胎本身的状态是最佳的状态。如果母胎最佳的状态，父精母血都最佳状态，这三者结合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说100%绝对会产生新生命？有些科学家说没办法，100%确定。那这样的话，你们就必须要找到答案了。那需要第三个因素了，因为这三点的结合，这三者的结合是没有办法100%的确定能够会产生新生命。你觉得呢？这是第一个问题。Then another thing, person, you say, the blood, no, the heartbeat stop. 当某人他的心脏停止跳动， stop, 所以血液不再循环， then, 所以脑部缺血而死掉，所以脑死、心死、心脏也死、大脑也死了，但是。在许多的一个个案里面，实际的个案里面，才前几天，大概两周前，有一个修行者，他死去了之后，以医学的角度而言，已经死掉了，但是他的身体还保持非常鲜活的状态，持续了十天。我的老师，令人不切，也这么持续了13天。有一位其他修行者，他也持续了3周，20多天。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无法解答为什么。有一些美国的脑部的科学家们、专家们，那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些项目来去观察、研究。以医学的角度来讲，已经死掉了，可是他的身体仍然保持非常鲜活的状态，这是为什么？ So do you have some idea? 你有没有想法？ So this, so some modern science, 现代的科学， and till, late 20th century, 一直到20世纪， scientist, 科学家们 simply, so accept, 只是很单纯的说脑，但是并不承认心识的存在。可是在20世纪末，有一些美国的研究所专家们透过了训练心灵的训练，而来去影响到他们脑部的结构。 plasticity 就是人脑的可塑性，透过了禅修，
形成了脑的可塑性，所以加强了脑的可塑性，改变了影响了脑部，所以有新的一个理念理论，就是可以透过第三因素来去影响到我们的人脑。所以在20世纪末还有21世纪初一直到现在，有一些脑部的专家们，他们透过了特别的研究来去研究脑和心之间的关联。所以有一些科学家，最主要是来自北美，还有一位来自德国，他们开始觉得，无论你称为，我们是称为心识 mind， 他们觉得这一种的因素应该是要存在的。他们也是人呢，而且有一些人能够去记忆前世。有一位印度的小女孩，大约4-5岁左右，她的父母亲将这个小女孩带来见我，她可以非常清楚地想到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前世所发生的一切，而且最终这一位女孩找到了他之前父母亲的家，而且他的前世的父母亲仍然还在。于是这个小女孩到那里之后，就跟他讲解了这些亲友的名称，而且非常明确的说到，非常精准的说到。而且有位西藏的男孩在哈萨出生，在西藏出生，他很坚持跟他的父母亲说，我这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印度。最终父母亲带这个男孩来到了印度，而且这个男孩说，我的家不在这里，而是在南印度。最终他们到南印度了，于是他就用手指某个寺院说，这才是我的家。最终这个男孩到他前世的小小的僧房，当这个男孩到这个僧房之后，他就说，这才是我的家。于是就说，指着一个箱子里面，他说，我的眼镜在里面，当打开箱子的时候，确实眼镜就在里面。这个是很明确的个例啊。所以有没有前世，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话，如果有前世的话，那这个的连结来自于哪里？因为他的身体带来了他新的脑，过去世的脑已经死掉了，过去世的身体已经没有了，所以他这么连结的。Can there be a connection to the future life? But I mean, you see, 这怎么如何连接到后世的生命呢？我的问题是，他的前世的身体已经不在了，已经火化了，所以前世的脑也被火化了。而且那时候火化的时候，并没有这一世的新的身、新的脑，所以前世的脑和身如何连接到今世的身和脑呢？以我们的解读来讲的话，因为有不同的心识的程度，初分的心识、细微的心识，我们说初分的心识叫做根识，就感官的心识叫做根识。这种根识是依赖着身体，身体没有的时候，感官所产生的根识就跟着没有了。可是心识会随着死亡从初到细，像是我们在昏睡的时候，心识会处于一种细微的状态，会到更深层的态度状态。当我们在死亡的时候，脑停止了，
那时候的心事进入到最细微的状态。我们将这种的心事，针对这种的心事做解说。这种的心事是没有开始，也没有止境的时候，它的续流会一直持续。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耆那派、还有佛教以及无神述论派这三者古印度的宗教里面认为生命是没有开始的，因为这个意识的续流是没有开始的。但是我们一致的说到了没有造物主，我们否认造物主，我们能够掌控自己的幸福，所以我们是我们苦乐的造世主，我们是我们自己的造物主。但是无神述论派和耆那派认为有 Atma 的存在，也就是我可以远离身性以外，它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它是一个完完全全独立真实的一个个体。所以由这个个体来去连接了前世到今生。但是以佛教的观点来讲的话，没有这一种远离身性以外的我，而是透过这种细微的心事的续流来去连接了前世和后世。所以我的重点是，确实有这一种真实的个案能够想起他的前世，而且在死亡的时候他的身体能够保持非常鲜活的状态。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科学的解释，这是你们的新工作，你们必须要去调查，更深入的调查。Thank you. 谢谢。人脑研究所在 Saint Petersburg 的这一位教授。他是第一次参与这个会议，但是大约在十年前他曾经有来过这里的见你，大约在2009年的时候，作为一位神经科学家，而且是一位物理家，而且他有多年的这个实验的经验，而且他拿到了物理的博士学位。非常的感谢能够给予这样一个机会参与这样的会议。所以首先我想要给予我的这本书给您。虽然很遗憾的，这是以俄罗斯文写下的书。我希望您的助手可以翻译成英文或者藏文给您。什么是心和脑之间的关联？脑如何能够维持下去？使心更加的活跃，使心能够持续下去。当我在读您的书的时候，对我来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且我非常的惊讶，而且我觉得您书里面所提供的资讯非常的重要。昨天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讨论，但是我觉得您的书里面给予我的一些资讯是让我感到非常惊讶的，而且您问到了很多佛法的一个基础的理念。我那时候这么想，我觉得这些不应该被证实。
因为就以科学的角度来讲，有关心灵的许多心理的许多作用是没有办法，心事的许多作用是没有办法被证实的。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they had no proof that you have proof only some other things which logically go. 像是您在建立这个佛教的原则理念的时候，最主要是以逻辑的方式来去证实。Science accept without any proof, like axiomatic.Practically, if we think about this approach to your side, I suppose that it is not necessary to discuss this basic proof. It's like an axiomatic for people, for mainstream. But what is interesting that all logic.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沟通的基础，您最主要是以逻辑的这种语义上的这种途径来去证明的，来去证实您的理论的。但是我们去证实真相，我们去证实的时候，并非这种的途径呢。大约在几千年前，对不起，他的那个发音我有点没办法听得懂，我只能尽我所能，我听到了跟你们翻译，很抱歉。It was unnecessary for them to prove it. And I suppose that it's the time for bifurcation between Western and Buddhist and some Eastern science. It is, here it is necessary to know that it is so. And now,对不起，我真的听不是很懂，而且翻译的声音我也听不太到。数学并非是科学，数学它只是一个工具，也只是一种语言。By mathematics, but not it's not so for logic. And if one understands logic, 你可以通过数学来去找到一个新的领域的知识，但是它并非是一种逻辑。See some phenomena. It's practically sometimes more important. And now we use mathematics.所以我们是采用数学的方式，月亮和地球等
我不知道。Use of mathematics as you use in first chapters of your book。在您的这本书的第一篇里面说到了月亮和星、地球之间的一个问题。More or less, just to make a kind of investigation of different schools or different. 而且您说到不同的传统对此的解读。在脑的学习里面，我们会采用数学的途径来去衡量计算，但是我觉得就以现在的状态而言，也并不是光凭数学的途径是不够的。像通过数学的途径来去解释脑的这些作用的话，也是没有办法完整的。把这个风扇给它关掉。你们需要风扇吗？当我们在研究脑的时候，很难用西方的科学的途径来去研究。无论如果你想要获得强有力的证据的话，是很难的。如果你想获得的结果，它是通过数据来去做出结论的话，这个结论并非是真正的结论。因为脑的每一个区域，它有它的作用，它有它的一个相应的区块。Just now and in an hour, it is a different work of the brain. 那些它的运转的这个体系区域是不同的。Now I suppose it's kind of transition from so-called very pure mathematical approach to a more logical approach, which is much closer than.Pure mathematical 的这个途径来去做讲解的话，我觉得会更逻辑性、更合理、更合理。尊者说，我不是很清楚他说什么。而且我还想分享，即便是现在，透过不是听得很清楚。针对某个运动员，完了去研究他的脑的时候，100 years ago, and only 2 decades ago, it was possible to prove. So I suppose tha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所以我只能说。我们现在在一个转折点，
pure scientific, like geometry and algebra, to logical consideration, how it is possible to do it. Now it's difficult for us to.我们研究的途径需要诸多的元素聚合才有办法。When we instigate very tiny phenomena, the logical way, I suppose, is one of the main idea how to how we can understand human brain and. 而且光是以逻辑来去解释人脑的话。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挑战性的。How people can understand something which they couldn't know? Yesterday we discussed about. 昨天我们有在讨论到诸多的不同的脑的解读。因为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我们的许多的行为可能对这个社会不好。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re are two kinds of words, words of real things, physical words, and words of ideas. This word of ideas has very strong rules. 物理学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学科。能够去进行这个不同议题的桥梁，即便是心事，以俄罗斯的语言的观点而言，不一定指心事，而是说而指的是互相的理解，这在俄罗斯的语言是这个意思。所以有很多的不同的解读。说不定心思是脑以外的个体。Without it, we couldn't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brain is a kind of interface. 而且脑只是一个界面。What ideas is like geometry or algebra?Algebra exists, but it's not possible to touch. 像是 geometry 是没有办法去接触的嘛，没有办法去触碰到。Algebra 也是没有办法去触碰到。Between our studies, I think that your phrase that. 所以我觉得您的这段话。您的这段话，如果您找到了某个科学的佐证，您愿意放弃原有的这个佛教的观点，而且这对我们佛教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佛教徒更应该跟科学家相互的合作。你们采用的非常，你们采用的是非常强而有力的逻辑的途径。第二点，我想要说的是，我们当我们在十年前讨论的时候，有一些人确实也是。很难找到资金来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了。那有些人来到了我的研究所，那我们也讨论到这一题。
您说，您在几年前说，脑死了，可是身体却保存着像是活着时候的状态。All possible possibility for non-invasive, non-destruction, controlled instigation, and if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we will be ready and to have. 在我们的研究所有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我们是可以跟您讲解这方面的一个特别的现象。Why it is so, but now we have really a very strong.Devices, which could be, 所以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个仪器，说不定我们可以去解答这方面的问题。说不定没有办法完全的解答，但是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或者是心事是否是存在的问题，由此而来去更加的明朗化。Yes, Kasa. Oh. Ah, together. 首先。就以佛教的观点而言，佛通常我们称之为法轮，第一次法轮，第二次法轮，第三次法轮。So, Buddhism, we mentioned the three sermons of the Buddha, the first sermon, and then second and the third. First.在初转法轮的时候，佛说了四圣地的概念，四圣地。二次法轮的时候，二转法轮的时候，说到了更为详细的解说，是有关。第三地灭地，也就是灭地的可能性是怎么样承办的？换句话说，痛苦是可以被灭除的，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苦的因最终都是来自于无明对真相的不了解，所以无明是可以被灭的，是透过对真相的了解了明。的智慧而来去灭除的，所以二转法轮解释了更多有关灭地的内容。真相是什么？无明的意思是，你对真相的错误解读，颠倒的解读。为了能够了解这一个观点是颠倒的解读，所以你必须要知道真相为何。所以在二转法轮里说到了什么才是究竟的真相，那就是虚尼亚达空性自性空的概念。自性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说事物虽然存在，可是事物的存在是在一种抽象名是施设当中而有。这个就是二转法轮的主要内容，所以二转法轮所诠释的教义呢，都是在空性的这个论述上。三转法轮有不同的解读，第一个解读是有一些人可能无法理解二转法轮的深奥理论，所以根据不同的接受程度和想法，所以佛善巧的而来去引导这些无法接受的根器们
的众生，然后来去说到不同的教义。那另一种解读是三转法轮更多解释的是心事的不同的层次，初分的心事还有细微的心事。佛说了细微的心事是如来藏成佛的种子。佛他自己也说了，我的弟子们不要无条件的接受我所说的一切，不要马上的相信，先入为主，以信仰来去相信，应该透过观察来去知道真相之后再来相信我所说的话。这种的做法是非常科学的做法，所以我觉得佛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是古印度的科学家，因为他说叫我们观察比信仰更加的重要。所以在初转法轮说到了律学还有四圣地等，这一切是属于巴利语系所建立的教义和梵文语系所建立教义的共同基础。二转法轮说到了的内容呢，是更偏向于梵文语系所建立的教义，并非是以巴利语系所建立的教义为主。所以由梵文语系所建立的教义为主要学习的对象的大师们，像是龙树菩萨还有月城菩萨等，他们会去针对佛所说的经典而来去 做出区别。因为有一些的佛经并非是如言可取，有一些的佛经是如言可取而去做出了区分。所以纳兰陀的学习的传承学习的体系是非常重视理由的，是非常重视观察的，觉得理由的这种推算或者是观察比信仰更加的重要。所以当我们在了知真相观察真相的时候，我们采用的途径最主要是以理由为主，像是所知又可以分现前分、略隐蔽分还有极隐蔽分三种所知的内容。现前分是以现世所知的内容，略隐蔽分是以彼世所知的内容，略隐蔽分和极隐蔽分是以彼世所知的内容。像是彼度所知的内容，像是你的身体要了知你的身体是不需要理由的，因为我可以直接看到，我可以直接触碰到，这个叫做现前分。当您在解释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你针对你表达的内容，你可能对某一些的议题会更有兴趣，会根据你的语言还有你表达的内容，我可以用理由来去推算你对哪一个议题哪一个专业更有兴趣。即便你的想法是我们无法用肉眼看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去推算呢。这是第二略隐蔽分，还有更细微的觉受，像是现在你在想什么，只能透过你的解释，我没有办法用理由来去了解。像现在你在想什么是我看不到的，你在想什么我是用理由推不到的，那只能透过你的解释我才知道你在想什么嘛。所以在这个深层的所知的内容上面是不需要理由，只能完完全全依靠
第三者的解释，也是由第三者的觉受或者由他的表达，没有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理由，所以说到了现前分、略隐蔽分、即隐蔽分。Could only be known through verbal and testimony of the person who has the experience of talking about those experiences. Only through that, and therefore we have these three objects of knowledge.当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而且我们会这么说，也忘记了这个，又说到了法尔理，应该先以正成理。所谓的正成是说 X 是 Y， Y 是 X， 这个是透过理由来去正成的一个结论。那正成理的依据是什么呢？是透过了因果之分和具知者等，透过诸多不同的层面而来去讲解的缘故，所以因缘业果而去说出了这方面的理论，所以说到了观待理。无论是外在的事物或者内在的觉受，都有它的一个个别的作用。那以这个理由来去证成的缘故，所以说到了作用力。我们是可以了解事物，事物能够被是了解，这是因为法性就是如此，所以叫法尔理。所以通过法尔理、正观待理、作用理，还有最后形成的证成理。换句话说，证成理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有观待理还有作用理。观待理和作用理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法尔理。所以科学家最终也是只能说法尔理，因为本来就是如此，只能这么说了。Buddhist tradition, there's mention of four principles of reasoning. And so the first one, the principle of argument, and the way you use arguments to say and try to prove something. And in order to be able to do that, we need to also have go through this, the principle of relativity.And so because of this, certain things being made up of such and such particles and parts and so forth, we could use reasonings to prove things. And within that, there is also the reasoning that causality also comes within that. And then there is the third third principle, which is that of the functionality of things. Because of such and such things going on in thisexperience and so forth, we can say this has this kind of function and so forth. And then the fourth one is called the nature, principle of nature. And so when this would be like, talk about the mind having this quality of cognition, cognitivity, and also clarity or luminosity. And so the very fact that mind is cognitive and luminous is its nature.But when you go through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we just can't say it's nature. You have to also go through the reasonings. So now time for tea. 现在是喝茶的时间。喝茶的时间，休息一下。你们有些人可以坐在这里，茶会送过来。Tea will be served outside, and we ask you to join back in 10 minutes, please. Nikolai Kazimierowicz. Our next participant is Professor Yemkov. He's.下一位的参与者，
是神经学还有计算机的这个实验室主任。Many dozens of years were absolutely under materialistic view of the world. 我们在过去十几年间，对这个物理这方面有研究的这个经验。那就以佛教的观点来讲的话，对心灵上面或者的心识上面有不同的这个观点和解释。我对此深感兴趣。我是一位基因的研究专家，研究基因的专家。那其实生命的最终的依据就是基因。所以我想要去讲解which may be caused by genetic studies, and to 有关基因这方面的一个研究的报告，还有我的一些想法。首先，想要去讲解。有关基因的内容是。Presented as chemical molecules called DNA. It's only four letters, A, T, G, and C. A, T, G, C 有四个字，代表基因的这个学。所以，三亿的基因来自母亲，三亿的基因来自父亲。这些的细胞。我们每一个人大约有十亿的这个细胞，在十亿的基因在我们的体内。所以如果这个基因能够串成一条线的话，会比从地球到月亮的这个距离还要来得远。所以从科学的观点来讲的话，很杰出的一个理论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知道，而且我们能够期望。这个are able to synthesize any piece of the text, and even 基因是可以透过训练而来去改变我们的体内机制。So the text is divided into instructions into fragments.For different genes responsible. 这个基因根据不同的种类，可以成为破坏性的，那会形成我们不同的行为种类。It's important because 我们要认知这一点，这是很重要的，因为 field of science and field of practice in Buddhism, like meditation in Western tradition, 像是一些旧制度和旧传统，像是佛教的传统来讲的话，会有说到不同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那其实最终都是因为有基因的关系，因为基因的种类的不同，所以其回应也会不同，其行为也会不同。所以有这些不同的基因的存在，对我们来讲是有帮助的，对这个世界是有帮助的。但是在这个同时，
经也会让你进入其他的状态，会让你更休息，或者是让你振奋。而且基因会产生的结果会让你管变你的改变你的方向，包括了行为还有你的健康。每一个人的这个状态都不同，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也是因为基因的关系会带来威胁，会造成伤害等。没有很多的基因是可以需要被持续的，为了我们的生存，这一类的基因大约有500个左右。我这么想，我突然有个想法，以密咒金刚乘的经典来讲的话，又说到了气脉明点这方面的内容。是咬之境，这是是的作用，是去路境，这是气的作用。气又可以分主要的五种气，还有 五种支分的气，五主气、五支气。气呢，它是属于有形色的色法，所以当我们在讲基因的时候，基因改变我们的行为的时候，并非是为名为观的这种体性的事，但是与这一种为名为观的心事相同运作的这个气，可能就是你们现在所说的基因的概念了。我是这么讲，我是这么想的。所以心气两者都有粗分的层次、细微的层次，还有极细微的层次，有不同的层次。就像我刚刚所说的，透过禅修的方式而来去将自己的心事转移迁移，这就是透过气的这种训练才有办法做到的。There is mention of what are known as wind energies, pranas, and the prana at the subtle level also goes together with mind. So when we talk about these two being together, and the mind has this ability or the function of cognition, cognitive nature, and knowing things and luminosity.Whereas the fact that the mind moves towards objects is actually the function of the wind energy that goes with it. And so what I think is maybe when you talk about the expression of genes and so forth, I mean the changes that are happening in the genes and so forth, this could be perhaps related with the wind energy that moves the mind towards objects as well.And within the wind energy, also there are the five fundamental or the principal wind energies and five derivative ones as well. And in both the cases of the mind and the energy that goes together with it, there are these three degrees of subtlety, the gross ones and then the slightly subtle and the innermost subtle wind and mind energies as well.就像眼睛能够看到色法，还有耳朵能够听到声音，都有说到了五种支分的气嘛。五支气的名称是什么？现在忘记了，总是有五支气的名称，我也忘记了，他们也忘记了。五支气的名称。加上
所以因为五根会去接触到五境的时候说到了五支气，而且是心是以显教来讲的话，光是透过心事呢，有说到了如何产生这种妄念，还有如何减少妄念，有说到这种的说法。但是在密咒金刚阵里面是根据的气的这种训练而去说的缘故，所以透过了妄念的坐骑的气的减少或遮止之后来去减少妄念的，并非仅有透过心事的论述而来去减少如何减少妄念。And then, you know, within the teaching of the Buddha, there are the sutra and the general teachings, and then the esoteric teachings of tantra. And so,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sutrayana, what is mentioned is that the fact that the consciousness moves towards objects, it operates on objects, is merely the function of the mind itself. I mean, there's no talk of wind energy helping the mind to move towards objects. But the mind itself, the visual perception, is directed towards the object by itself and so forth. And whereas in Tantra, then this function of moving towards object is actually done by the wind energies. So I think, and so genes are the Mishishiva Tata Gawaj Shadda Shatuzi, and the Zofa is a room, and the room and all.您刚刚有说到经，说不定某种程度上跟心事是有关的，但是我觉得您所谓的经因论更多的是因相应的是佛教里面所说的气的论述。我们研究的结果是，我们会去产生不同的这些用品，说不定是化学的用品。就是当我们在生病的时候，以基因的论点来讲的话，是因为我们的基因衰退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化学的药物来去培养我们的健康的基因，来去解决我们的疾病，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因为基因论的关系，所以这些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我们的这个化学药物里面具有提升基因的这个作用或者是能力的话，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在这个同时有一些基因对我们的生命是很重要的。像 Merkel DNA， 是可以把它转为维持生命的基因。为什么我们说只有一半的基因是关键性的基因？Where versions of texts in, say, in material, in plant, or in ours. But in principle, it's a half a thousand which are crucially needed. What would happen if you switched on or remove the gene, if it's removed from our body, removed or shut down? We cannot live without this function. 我们是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身体的。Where we know how to remove it, or at least shut it down. 因为基因一旦离开我们身体的话，我们的身体是属于关闭的状态。New kinds of weapon which did not exist up to now. And what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方面的科技的发展确实是有限的。Either for good or for bad. Say human genome sequence, it costed more than $1 billion 25 years ago, and now it costs $1,000. It's 1 million times less. 以前的这个人类基因的这个连接，的这个研究上的一个资金需要的是，$10 billion。但是$1亿，但是现在已经减少到$1000了。所以，基因的这个论述是可以，是值得，让幼童们去学习的一套论述。因为我们可以透过基因的组织安排，来去改变他们的生活。而且，如果我们不好运用这个基因的话，这个基因可能会成为毁灭性的武器，所以这也是一个基因论所产生的威胁。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大规模武器是跟基因有关，他们是怎么运用的。为了能够让我们生存，我们要如何的维护我们良好的基因，这些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正视的。因为我们无论是对我们，或者对植物，或者是昆虫，是甲虫等，它在死亡的时候。我曾经做出这么一本作品。Was introduced specifically into the plant, and when beetle eat the leaf, 这个甲虫吃了树叶， it died. 但本来应该是要帮助这个甲虫的，但是甲虫却因为吃了这个树叶而死掉了，这不应该有的。The point is that we all need such kind of genes, even humans, and actually maybe in principle done for human body.那是因为基因甲虫基因体内的甲虫体内的基因的缘故而造成了这个甲虫的死亡。所以我们要对科学家来讲的话，我们要好好的去利用对于我们生命有关键性作用的基因。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来去提升这些的基因？当我们科学家们发现到一些新的真相的时候，不是说只是转变基因的这个性质，也不是这一回，不是这一回事。就像药剂等，透过药剂来去改变我们的基因的话，那我们可能会造成死亡等，造成我们的死亡。科学家最主要去发现的是，这一个的转折点。Shall we stop any kind of discoveries which may be potentially harmful? Any kind of discovery. 而且我们要去发掘到哪一些的基因具有潜在性的危害可能。Shall we stop discovering at all or not? So that's the question. 我们要去发掘这些的，去深掘这些的问题。Scientists, how to be in research, not implementation, about more things. Okay. 而不是。将我们的知识如何运用在生活上，这并非是科学家的责任所在。
我们的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根据宗教的一个传统，因为不同的教义会有不同的解读，这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讲，因为包括昆虫也是想要快乐的，什么东西可以产生快乐的话就是好的，什么东西会产生痛苦的话，就以长久来讲会产生痛苦的话就是坏的，这个就是好坏的界限。所以道德的观点上，什么东西是有利益的，会带来更多的快乐，更多的喜悦，这个呢就是符合道德的。什么东西最终会带来痛苦的，这个是属于非道德的。所以科学家们发现的真相所做出的研究结论，如果对社区带来利益，对世界带来利益的话就是好的。如果这个结论最终所带来的是更多的伤害和损害的话，这个就是坏的。我觉得这个是好与坏的基本的一个界别，跟宗教无关，跟上帝无关，造物主无关。所以我刚刚说的好与坏的原则，如同刚刚所说的跟幸福和动物有关吗？您刚刚说到有可以用药物来去提升慈悲吗？但是事实上是没办法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去训练慈悲，就不需要去学习了，我们只要制造这个慈悲的药物就好了，再发给大家。我不觉得这是有可能，因为慈悲是情绪的一种，是心事的一种，所以其对治力并非是透过有形色的色法，而是透过无形的心事心法才有办法。所以我相信在基本的层面上，生命的整体在这个银河系里面，也就是这个地球里面，像以达尔文的理论来讲的话，演化论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我们想要生存嘛。所以为了能够生存，我们想要我们的生命，同样的动物也会想要他们自己的生命。在今世结束之后，今世结束之后是不无法测量的，所以还不如好好的保护今世。所以为了能够让今世能够持续下去，此生的生命能够持续下去，所以透过了世纪的这一种努力，所以
一开始并没有人类，只有就是水母吗？那只有水母呢，慢慢的产生了生物的机制，而产生了具有生命的物种。有一次我问了科学家们，石头以及我们的脑，在很细微的时候，这个在很细微的粒子的状态下是一样的吗？他们说没有差别。但是在结合的时候，这些的很细微的粒子在进行整合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心识的这个整合形成了心识了，在脑的整合形成了心识。所以就以粒子的一个细微的状态来讲的话，我们脑的细微的粒子和植物的、树木的、石头的，还有我们身体的，在细微的粒子状态下是一样的，只是在它的一个演化的整合的一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改变，最终形成了所谓的细胞，而形成了所谓的心识，才有所谓的生命。在此的生命，我指的是有感受的寿命呢，像是植物来讲的话，它有它的生命，可是植物并没有感受啊。现在我所谓的生命指的是寿命，具有感受的寿命。所以我所谓的有情众生指的是具有感受的寿命者。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些奇奇怪怪的现象发生？有一些人说问上帝，有一些人说问业果，因为是过去的业所产生的。我想这两者，像是上帝他是造物主吗？因为我们有世世代代的转世，就以科学家来讲的话，这个变成了第三种的层次的所知了，叫做基因壁分。如果我们说上帝创造了我们，但是却又有轮回的话，这种的解答对科学家来讲应该是基因壁分的，无法解答了，至少没有理由可以解答。我们是佛教徒，我们不会说我们了解一切。同样科学家们，你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是的，我们也知道只有自然生态的少数的现象，但是即便是如此，还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只要不伤害他人，这件事情就是好的，值得我们去做的。我想要请问您，我们现在应该要结束了，但是还有两位还没有发表，我们要继续吗？下一位，他是 Ragai， 还有另外一位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Thank you very much. 那中午吃完午餐过后，有一些佛教的学者们能够再继续的进行。我的脑因为已经82岁了，所以这些年轻的出家人，他们的脑会比我更反应更活跃，比起老化的脑，说不定年轻的脑更好用。接下来要发表的是
叶夫根尼教授，他是在人类遗传与进化系的基因主学的实验室的主任。首先，我想要大概的介绍我们做些什么。我们的这个部门是针对脑的作用来去进行研究的，而且基因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在神经学里面，就像是遇到压力的时候，那基因对此的反应是什么？我们说，没有任何的基因会带来疾病，而是因为基因没办法正常的运作所产生的疾病。Very famous geneticist. His name is Dobzhansky. He's a Dobzhansky. 他是一位基因专家。他在美国工作。他曾经写过非常杰出的几页文献材料。Religions, visions on origin of the world, and he has a quite nice.他曾经做出这样一个非常杰出的结论，他说，很明显的，基因并非是宇宙的中心，它只是一些尘粒，但是它可能会成为人类精神面上的中心。如同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跟我们讲到了兄弟姐妹了，对，对于确实我们对于我们科学家来讲的话，这是极关重要的，像是植物、动物，我们都有相同的基因，我们分享诸多相同的基因。如果你仔细的看人类的这个人口的话，我们所有的人坐在这里的所有人，其实我们就以基因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是成为一个非常亲密的兄弟姐妹才对。我们只有两对父母，如果是结婚的话，那还是四对祖父母，所以我们具有这些祖先所遗传下来的基因，其实都是互相重叠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诸多的人在这边，但在三千年前，其实我们在三千年前，如果能够回到三千年前的话，其实我们都继承着相同祖先的基因呢。That what is very attractive in Buddhist philosophy to me personally, that. 所以对我来讲，这个的哲学确实是非常令我心动的，因为一切的生命，具有生命的物种，我们都是具有潜能，能够去增强我们的慈悲心。Mismatch in scientific approach.就以科学的一个途径来讲的话，我们是需要一个非常精准的数据。我们以动物来做实验，因为我们想要去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所以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我们只能运用动物来牺牲动物才有办法。像是美国来讲的话，
使用的这个动物的时候是需要准许的，但是并没有数量的限制。在人类的社会里面，我们牺牲动物来去做不同的用途。以科学的观点来讲的话，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些物种？为了我们的这个研究的程度的进展，为了能够有更强大的这个进展，所以有透过这种多数物种的牺牲，我们才有办法获得更大的进展。所以有上百万的这个动物，他们的牺牲只是为了满足我们人类的成功。Vision of our life. So that means that the power of Buddhist philosophy. 所以以佛教的哲学的一个观点来讲的话，我们其实科学的观点也是如此。Let me change the subject to a more fundamental question. 就是我想要再回归到基本的问题。The most fundamental question. 基本的问题是，在生物学里面，不只是生物学而已。总之，如何？在化学的范例上，如何去让这一些不同心思的种类能够去获得更精准的运用？Because we have many species, animals with no any sign of consciousness, no neural system. 我们看到许多的具有生命的物种是在进化的过程当中是不需要脑、没有脑的。Consider what happened in evolution from the beginning. 从一开始这个进化的过程。这个生物在一开始没有心识的状态，变成了有心识的状态。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如果你没有脑的话，未来如何被预测呢？是没有办法的。这些物种是如何能够生存的？你可以根据错误来去预测未来。所以根据这个基因的这个错误而来去预测未来。
So, the errors and variabilit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evolution was going on to creation of what we call now the brain. And, 那有一派的物种的进化论是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脑有关的，所以透过这一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去预测未来。我们可以去推测未来的改变。所以这一种的方式就不需要透过错误的前提来去了解。所以有两种不同的进化论。We are also interested in such kind of subject as. 而且我们也对这个议题是有兴趣的。这议题是我们如何改变我们的行为。您的理论是。Discipline of minding, etc. 透过了智慧的了解来去改变我们的行为。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否可以透过某种基因的改变来去改变我们的行为？是否可以做得到？如果你要确认这个问题的话，你就必须要确认精准的模型。昨天我们有谈到这个模型的定义。像是攻略性的行为，还有友善的行为，所以根据这些动物而来去做研究。And you cannot very easily trace the genes which are responsible for behavior, but not for any other phenotypes. So, in Siberian Institute of Cytology and Genetics, 在 Siberian 的这一个基因研究室里面的这一个，根据它的模型来讲的话，透过过去60年间的这一个实验的经验，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决定，他们选择，就是野狼，所以将他们分开为两个族群，一者呢是比较友善，一者呢是比较野蛮的。而且他们发现到，这两者互相不同个性的这一个狼的这个基因到底有什么的差异和不同？而且透过这个基因的改变，看能不能将他们的行为原本的这个行为也进而的进行不同的改变。所以我有感兴趣的是，佛教的哲学来讲的话，是否有谈到改变基因而去改变我们行为的呢？有这种的说法吗？除了哲学的思想以外。戏剧，好，
So answer is I don't know. 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I think we through evolution. 透过进化论。Transcendent being, all these vegetables, trees. 这些非有情的植物。Billion years. 透过千百亿年。And survived. 演化渐变。即便没有心事，他们也会继续的生存下来。那同样的，有情众生，即便外在的环境改变了，但是有情或生命具有生命的这个物种，也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还是继续持续下去。我不觉得这世界还可以再继续持续十亿万年，但是可能至少。几千年，人类的物种还是会存在的，但是会随着这个进化，会形成不同的结果。但是我比较关心的是，现在，如同刚所说的，许多的痛苦、灾难，主要都是来自我们。这个我们要如何减少，如何去面对这些的问题？为了能够减少这些人为灾难，我们必须要懂得改变我们的心，控制我们的负面情绪，这才是我所关注的。但是几千年前我们世界长什么样子，这个跟我无关。接下来是德米特里·沃尔科夫 Volkova， 他是罗孟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意识研究中心的主任。非常的感谢能够再次跟尊者一起讨论，允许我们来去表达。那我想首先想要表达对您真诚的敬意。我有多次的对这一次的这个会面的想象，我的议题可能并不是很复杂，就非常的简单，对我来讲至少是这样。一开始我想要讲亲爱的达赖喇嘛，原本这是我的想法，后来因为随着环境的关系，所以我受到了压力，所以我觉得要更以这种官方的方式来去表达您的头衔。Yes, but my consciousness blocks is because they say no, it's not true. 他说你们我的想法，我的念头跟我想，这个不是正确的称呼，所以不应该这样讲。Of course, I read your biographical. 是的，我读过您的传记，而且我非常的惊讶，您的。透过阅读您的传记，我感到非常惊讶。在您很年轻的时候，您学了许多，而且您拿到手表的时候，您想要去研究手表。对我来讲，我这是很感兴趣的，因为您透过了手表，想要去接触外在的世界。而且您平常的修学的内容都是有关内在的世界，所以当我在阅读您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震惊的作用。为什么这个年轻的小男孩，而且来自一个乡村的小孩，也就是您尊贵的您，能够到达如此位高权位的这一种高的境界。我不只是物理学，涉及到物理学，我也涉及到心理学。Dear contact with brain.
什么叫做心识接受了某个资讯？什么叫做脑接受了某个资讯？像是一个人中风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去表达的。那如何能这一个中风的人，他如何去接受周边的资讯？如何透过外在的途径让脑去接受这方面的资讯？脑之所以能够接触到这些资讯，透过的是它有一个计算的界面，就像你看到一个字母的这个荧幕的话，当你在看这个荧幕的时候，你只会看有几个不同的字，而且我们脑会自然去记住这些字母的画面。那我想要去刻意的了解哪一个字幕的这个画面和印象，这才是重点。所以脑是由此而来去接受资讯的。我的问题是，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讲的话，如何让他的动机更为健康？如何让我去表达我的动机？说不定你有不同的这一个方法，说不定佛经里面有说到这种不同的方法，为了能够让我们更深层的知道我们的动机为何。有什么特别的细胞能够让我们更深层的进入到脑部？对，这就是说，对，这机器很热，对吧？但是工作起来辛苦，就是各种劳动这种，是吧？应该是吧？Again, my answer is I don't know. 我的问题，我对此的问题的回复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神通。Clairvoyance. So we talk about clairvoyance. I heard that. 我有听过神通的事例有上千遍，但是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人他是有神通的。但是如何承办神通的方法确实是有说服力的，透过了禅修来去承办神通，它的一个前因后果的这一个逻辑性是很强的，所以是具有说服力的。我一位朋友他已经不在了，当他专注的时候，进入了很深的禅定的时候，他在深沉的禅定当中，他可以回忆起前世，而且几世纪前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不进入这个深沉的禅定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想起。当这种人他进入了很深沉的禅定的时候，他就有办法去了解过去还有未来，所以就以理论上来讲的话，我们说是有办法知道这个过去和未来，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据我现在遇到的人来讲的话，
整体而言是没有的。但是这一种的神通是需要多年的修行禅修才有办法做到的。我觉得心灵的训练是没有限制的。根据佛教的论点，我们心中有达达嘎达嘎巴如来藏，也就是最细微的心识，这一个最细微的心识的潜能是无有止境的，无限的。我们要去探索最细微的心识，它能够发挥到什么样一种状态。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来去修行。但是我可以说我没有时间，这是我的借口。So it's good news for us. It is theoretically possible. 那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您说到了理论上是可以做得到。那这是我的写的书，是以俄罗斯文写下的。对不起，他没有用麦克风，我听不到在讲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才叫做秘密。如果每一个人都知道的话，就没有什么的秘密可言了吗？谢谢，谢谢尊者今天的会议，还有跟我们分享您的知识，对我们来讲这非常的重要。谢谢，明天再会，明天再会。